弟弟看到了前面的叔叔中了精灵球之力，我就知道抓到了洛奇亚，还剩下什么？啊？还剩下什么火星？剩下闪电鸟啊，刚好在你前面被抓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开火车后面。希望等一下是火焰鸟和激动鸟。没关系的。是闪电鸟。啊？是闪电鸟吗？对。洛奇啊，后面是。我等一下。洛奇啊。报警了。好啦，换你喽，换你喽。拿两个，一张要两个，两个。好，换你，换你。好啊，好啊。Go go go。哎呦，出来呀！出来呀！出来呀！啦。姐姐晚安嘛，还真的有皮，真的有皮啊！出来呀！弟弟用一星跟二星的卡来战斗，现在在准备。牌组当中，要开吗？爸爸，我说肯定有另外一个，没有了，肯定没了。对啊，肯定有这里的。那昨天买了。我说，我看了，看了，不说了。好吧，那到机缘下了。啊。没有。然后再到机缘了。哎，我肯定有，又有。这里忍者是多少？好，弟弟战斗喽，战斗喽！好，拿到代兽了。你现在有一只三星了，你本来只有一二星，你现在有三星了。应该是明天出来了。诺那也啊，诺那也啊，来啦，来拿克，闪电鸟，好，你派出你最强的二星还是三星宝可梦吧？傻眼了。哇，隔壁的小姐姐借给你几星的？哇，四星的，太强了吧！姐姐，弟弟有没有谢谢小姐姐？谢谢。对，你没看，我这里有刻的。好。有啊，有刻到，有刻到，有刻到，冰冰有刻到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弟弟，这次又有大姐姐借给他。这边比较不容易捡到。真的吗？哦，照光哦，可是我在录影。弟弟，我跟你讲，没关系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暗黑球雷姆，哇靠，超强的暗黑球雷姆。弟弟，我跟你讲，你赢定了，你肯定可以拿到大竹葵了。我相信你绝对可以拿到大竹葵。我相信你可以拿到大竹葵。这边有露娜雅啦，感觉好厉害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大小姐姐，谢谢谢谢。我弟弟真是超强了，暴风雪，这个是极冻鸟的招式，哇，失误失误啊，失误啊，弟弟啊，啊失误了，这个。小姐姐说这个暴风雪失误很正常的，加油，弟弟按到叉。三个按。哎呀，成功了。你看这个暗黑球雷姆，你本来只有一星跟二星，现在暗黑球雷姆可以用，超幸福的。我靠，这招什么？怎么那么强？不得了，交错闪电，赢定了。马马虎虎，哇，这还有鸟吗？弟弟，你太幸运了，你可以抓了。前辈，快点啊！
太棒了，是精灵球，小智都用精灵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小智，小智没有跟我读认识。他怕我了。好了，弟弟，结束了，结束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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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